我们现在看例题三了哈，他说现在有个正方形的哈，正方形的话呢，他说边长是 a 啦，它上面有电流是 i 哈，那正方形中点中心 O 是磁场大小是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知道哈，我们用那个之前那个积分了，那之前积分我们是说电流是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把它改一下电流往这边来。哦，电流往这边进来，电流往这边。好，电流往这边的话，那这一段哈、哦，在这里介电磁场等于多少？它积分就是从这个角度嘛，它积到多少？积到这个角度，这是四分之派嘛，往四分之派，它积到这个四分之三派。所以如果是只有一条的时候，它的磁场 V 哈、哦。我们说一条，哦，它结果是四派 r 是这个，这是二分之 a 嘛，哦，四派 r 是二分之 a， 分之 mu 你 i 嘛，然后它上下限呢，这是负 cosine 西塔，它上下限多少？上下限是四分之派到那个四分之三派，它出来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样就等于二派 a 分之幽灵派，它乘以多少？负的。啊 ，cosine 呢？四分之三派的嘛，负的 cosine 四分之派就等于负的根号二分之一嘛，它再减掉根号二分之一，它的负负得正，所以变成多少？变成是，这是，这加起来是根号二，所以二分之根号二。mu 零 i， 好 ，pi a， 哦，这个算出来的话是，是二乘以根号二分之一嘛，这等于根号二，所以是二分之根号二，所以答案的话就等于这个。好，啊，方向的话，我们之前讲过嘛，这个在这里建立方向是往里面的，啊，这个哈，这电流在这里建立方向呢。进去嘛哈，往这样的，它的进去的话呢，这样，所以是进去的，它这个的话呢是这样进去的，所以是进去的，这个是这样进去的，所以四条电线呢，建立磁场都是进去的，所以这样四倍，也就是说这个 B 哈，等于四倍的 V 一，八乘四倍。所以多少？所以是派 a 哈，分之二根号二，缪零 i。啊，方向的话是进去的方向。